同学们好，我们现在呢进行数据结构与算法第九章检索的学习。那我们这后面关于检索啊索引，实际上是我们最后大实习相关的内容。检索呢实际上是非常常用的一种操作吧，应该说像大家现在成天打交道的搜索引擎啊，另外还有像大家如果是在你的文件夹里面的那文件你找不着了，然后你要用 Windows 那个搜索，这都是属于一些检索的内容，对吧？还有大家到图书馆借书，对吧？你要根据书名啊，或者是说出版社啊，还有根据作者名啊等等来进行查找，这都是属于检索。应该说大部分这个信息系统它都要提供检索的功能。这些信息系统有一些是关于文献的这种检索，比如说像图书馆系列的，对吧？有的像在一些大的公司里面，它进行一些密室的这种管理，那么它人事档案啊、工资啊，还有它的这个ERP 系统里面，它这些它的产品的这样的开发运作啊，它的一些状态啊等等。那么另外在这个银行系统里面，它要提供一些这些交易的报表啊等等，那么这都是跟检索是有关系的。那当然我们这个课的话呢，我们不会涉及到那么多的内容，我们就把检索的一些最基本的方法给大家介绍一下。而且呢在我们这里呢只是简单回顾一下线性表的检索，我们重点呢是要介绍闪列表的这个检索。应该说闪列呢是我们在计算机里面发明出来的这么一种方法，它是一种检索结构，它实际上同时也是一种存储结构，而且它是一种索引结构。这个方法呢它的效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应该说现在大量的都采用了这个闪列的检索。那么大家想你用的这些天网啊、百度啊或者 Google 啊，如果没有闪列，它肯定就是没办法响应这么多用户的这样的查询，那个查询速度你肯定都容忍不了了。那么检索呢实际上就是说在一些这个记录里面来查找满足你的要求的这么一组数据。那么这满足这个要求呢，往往我们很可能是按照这个关键码值来查，但是也不一定，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按照属性来查。那么我们什么叫做关键码，什么叫属性，那我们在讲排序的时候已经给大家稍微讲过一下，对吧？那么这个关键码呢，我们就是认为能够唯一标示这个实体的这样的东西，对吧？那比如说我们同学的记录的话呢，我们学号是关键码，如果公民记录呢，我可能是身份证号是这个关键码。那么有的在数据库里面我分辨不出来的情况下，我可能我给它系统给它指定一个序列号也算是关键码。但是呢这个关键码呢我们后来就是又把这个含义呢给它扩大了，就说没有那么严格，我们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唯一能确定的，我们也说是关键码。比如说我们在搜索引擎里面我们输入一个查询词，那我们说是按照关键码查询，实际上就是这个查询词，那这个查询词它并不是关键码。为什么说它不是关键码呢？因为它对应的东西特别多，检索出来结果特别多，不是唯一的，对吧？比如说我查计算机，那我好多个网页都可以说是计算机，对吧？我就算是查名字，查张明，那么我很多网页也是张明，这个名字是比较 popular 的。我说的 popular 不一定是我自己多 popular， 是指的很多家长都比较爱起这个名字，对吧？中国人重名的是很多。那么检索来说呢，它的效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你系统做的再好，你里面花的功夫再多，你里面用的技术再先进，可是如果说用户用起来觉得不方便，比如说不好使啊，用起来他那些功能他找不着，他不知道怎么用，这个他肯定不太爱用。还有呢就是如果我检索一个东西，你给我十分钟才返回结果，那他肯定也不爱用。所以在这个信息检索界的话呢，在60年代就做过一下这个用户的调查，那
就发现了用户能够容忍的这样的系统响应速度呢是一秒钟。一秒钟呢就是一个 deadline， 在一秒钟之内的话呢用户没什么太多的感觉，你就是 0.05 秒或者是说 0.1 秒，这个对用户来说没什么太多的这个差别，他不会觉得有什么本质的差别。那如果大家都满足这个一秒钟的限定之后，那么检索的效果就是用户最关心的内容。所谓效果是什么呢？就是它的相关性。那么在 Google 之前的话呢，他们这些搜索引擎的话，就是说你检索的东西跟他想要的东西差别比较大。他可能比如说返回一个比较如果是说特别大的那些网页相关网页，他说他找到了30万个网页。你想一想，用户大概可能会在几个网页里面去找，他可能顶多找前面给返回到20个网页里面去找一找就差不多了，对不对？如果说还找100个网页，那这个用户他真的是想找这个东西，而且这个用户非常有耐心，对吧？那么一般来说，你要是这个排的这个效果不是特别好的话呢，用户就不会喜欢用了，对吧？那么 Google 呢，它就是说把最重要的，还有就是把跟你用户最相关的这些网页呢，在比较靠前呢给你排出来。所以呢现在就是它成为这个压倒一切的这个全球第一大的搜索引擎了系统，对吧？那么关于 Google 的一些文章呢网上也比较多，但是 Google 这些创始人自己呢，他们发的文章并不是特别多，有几篇比较关键的文章我们都放到我们的实习网站上，大家可以去学习学习。当然不是说要大家就按照那个做，你大概想一想，哎，人家是那么做的，但是你的东西随便怎么做无所谓，我们只要能够查得出东西来就行了，我们不考虑这些相关性啊或者怎么样。当然如果你这个组特别强，你做了一些特别好的内容，也许比 Google 还好，那么我们可以就在我们这个实习分里面呢肯定是给你加分，然后我们可以给你推荐比如说天网啊还有百度啊，百度其实都是很多都是北大的同学在那，那么可以推荐到那边，然后你可以就是怎么去把你的东西卖给他们都可以啊，如果他们想要的话。那么说到这个百度的话呢，百度它有一个就是对于这个员工的就新员工录用的时候他们的一个考题，它就是做的什么，就是外排序，在前面跟大家讲过，你在那做几天都行，然后你做完了以后呢，但是你这个排序的结果要比较快，就是大概他做的这个外排序的话呢，就是比如说它的规模量可能是几十万这样的这个规模，对吧？那么几十万个然后呢几十万个数据了，对吧？不是说一般的还不是几不是几千不是几十万啊，大概是一千万条记录，一千万条记录就是放在内存里面就不是很好排了。那在一千万条记录里面呢，你怎么样快速的给它排出来？当然也许百度它还会找其他的题，比如说它要是搞一个这种比如说网页这样一个子集，然后让你在几天时间里面把它真的建立一个小的搜索引擎，你自己搭，不能借助别的工具，对吧？那么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同学去应聘的时候就比较有优势了。那么检索的效率呢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们一般来说对于检索的讨论，我们都是指的这种数据量特别大的时候，而且是要对这种文件系统来进行操作的时候。那么很多情况下呢就要对这个数据进行特殊的这种存储处理。那么其实有一些情况呢，我们是要先进行排序，排序完了以后呢再进行索引，检索是最后一道跟用户打交道的这样的算法。那排序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那么所以呢我们在第十章呢会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那么就是说我们为了提高这个算法效率，对吧？我们可能是要预排序，对吧？那排序算法它本身也是比较费时的，而且你排序不见得就是终极的一种解决方案。虽然我们知道这检索里面有一个比较好的就是散列了，对吧？散列方法本身它实际上是一种预索引，
实际上它是一种预缩引。那么闪电呢，它可能也不是说对所有的情况都适合，有的情况下呢，它可能不是特别适合的情况下呢，我们可能是要采用这个避术，就是很多情况下有可能我们是结合了这个避术和闪电两个都结合起来。那我们在最后一道题搜索引擎里面呢，我们其实也是要用到索引方法。那么用到这个索引方法的时候呢，其实大家想这个 BST 其实就是一种很好的索引方法。那我们如果说数据规模不大，我们大部分同学以往的大部分同学都是用的 BST 这个索引。那如果是数据规模特别大，在外存里面这个文件特别多的情况下，它整个这个索引结构，就是关于这个倒排表的这个结构都特别大的情况下呢，可能有的个别组呢是用到避数，每年都有一些组用到避数结构。避数我们在第十章会讲哈。那么这个闪列技术呢，主要呢它就是说受到这样的数组查找的启发。那么我们数组呢，比如说我在 array 零到 n 减一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我要找某一个下标为 i 的这样的一个元素，那么它实际上是很快的就计算出来了，对不对？那么它就是下标为 i 的这个元素，它是前面有多少个这个数据，那么它的这个是起始位置是多少？比如说我们看一下 array 的零到n 减一这样一个数组，那么我假设数组它的那个元素呢都等长是 l， 对吧？那么它的起始位置假设是 local， 对吧？那么 array 的 i 它的这个存储位置呢是什么？ local 加上 i 乘以 l， 对吧？这就是它的这个存储位置。那么大家看，我要找第二个这样一个事情，它其实呢花的就是这样非常快的这样的下标计算的这么一个过程。你看这些都是就是乘法再加法，都没有除法运算，所以这个计算特别的快，一下就找到这个 array i， 而且这个 array i 这个 i 是靠近零还是靠近中间还是靠近 n 减一都没有关系，总体来说我们认为这个计算时间是一样，没有什么差别，对吧？那么因此呢，人们就想利用这个技术呢，我如果是查找的时候我们是想找 R， 对吧？然后呢这个记录里面它具有某一个关键码值的这样一个实体，把它给找出来，对吧？那我想如果能够对这个关键码值也经过这样简单的四则运算或者是简单的这种加减乘除的这种运算，就能够把这个它的存储位置给找出来，那就是非常好的。而且这个时间呢，我大概就是跟这个数据的规模还没有什么关系，对吧？跟这个n 等于多少没有任何关系。那么大概呢可能就是一个常数时间，我如果能在这种时间内完成运算，那我的检索效率就非常高了。好，这就是我们这个整个第九章的重点，就是闪列。好，在讲闪列之前呢，我们还会介绍一些其他的这种简单的检索方法。那么在介绍这些检索方法的时候呢，我们主要的呢是有一个概念要给大家引进一下，就是平均检索长度。平均检索长度呢，它指的是你要检索到这个关键码，那么你要在整个这个数据结构里面比较多少次，你才能把它给检索出来。那么每比较一次，它可能有一个代价，对吧？那么因此呢，这个平均比较长度就是这样的一个比较次数的话呢，它是衡量你这个检索算法优劣的这个时间标准。那么在我们刚才讲的这个闪列方法，它大概是达到了大一或者是 1.5 的这样的长度，是非常好的效果。那么实际上呢，我们可以看在整个存储结构里面，总对象个数是 n， 那么每一个呢它被检索到的概率是 pi， 那所有的这个 sigma pi 加起来，如果我认为都是看成功检索的话，那它应该是等于1，对吧？然后这个 CI 呢，就是检索这个它要比较的这个次数。
那这个大家其实很容易理解，尤其是我们对于一个线性表，它不是有序的，我要查找某一个值，那我就是得一个一个的挨个去比，对吧？这个是大家有一点经验的。那这里给的一个例子，就是说计算出来，比如说这样一个简单线性表，它每一个被检索的概率不一样，有的词比较 popular， 比如说计算机这个词比较 popular， 然后病毒这个词，然后在 SARS 流行的时候 SARS 这个词可能比较popular， 那么它会检索的这个概率跟一般其他的这种冷偏的词会不一样，对吧？所以呢它这个检索概率可能不太一样的情况下，那么计算出来呢是这样的一个平均的检索长度是 2.1。 这平均检索长度大家要会计算啊，这个没有什么技巧，就是很简单的，你细心一点，然后记住这个概念应该就算得了了，对吧？当然不光是平均检索长度，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方面来衡量这个算法，对吧？比如说存储量也是一个方面，因为你如果是说能够存储量比较要求小，然后能够在内存里面能够给它存下来，那么就避免了访问外存，那么这样的话显然检索效率会要比较高的，对吧？另外就是这个算法本身的这个复杂程度，并不是说它的时间复杂度量，而是指的它你的算法是不是编出来没有人能看得懂。当然有的情况下有的算法编出来也不是给人看的，如果是说不是太复杂就让它去吧。那比如说我们后面会介绍的一个 ELF 这样的一个散列函数啊，那对字符串进行散列的，那有的同学老想去弄懂它，你不要去弄懂它，它就是给机器用的，对吧？那基于线性表的检索呢，我们稍微给介绍一下。那么基于线性表的检索，我们主要是有三种，一种呢是顺序检索，还有呢二分检索，另外一个分化检索。顺序检索我们同学们其实都比较清楚，二分检索呢算法也不是很难，大家应该都能够掌握。分化检索呢大家没有接触过，其实这个思想还是不错的，我们可以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那么顺序检索呢，就是如果是这个线性表没有排序，那我就只能挨个比，你要说找到某一个关键码值，对吧？我只能挨个比，比到找到了为止，或者是比到最后还没找到，对吧？好，那么它的这个存储呢顺序或者链接影响都不大啊，它是没有排序的，对吧？那么顺序检索算法里面我们是用到了这个这样的一个 vector 的这个类型，然后呢我们在这里面呢用到了这样一个监视哨的这个技术。这个监视哨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对于一般的这个数据来说，我们是从0到 n-1 存的我们要用的这个数据，对吧？然后比较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判断，我们从左到右比，或者是从右到左比，两边随便你用哪一种顺序，对吧？就是我们这个从右到左从右到左或者从左到右，那么在比的时候呢，如果是从右到左，你就一定要看你这个下标是没有越过这个零，对吧？下标是大于零的情况，是不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是从左到右呢，你就是下标没有超过 n-1 的情况，对吧？然后挨个比。那么如果是说我们用一个监视哨呢，我们就是可以把这个下标零的位置空出来，每次我干什么，你要查的是这个 key 值，我每次呢把这个 key 呢存到这个零里面，然后呢我比的时候我从右往左比，这样我比的话就是它肯定不会越过这个零本身，因为比到这里是它就等了，它就会返回，对不对？那么因此呢，如果这里返回值 return 的 i 是等于零，表示什么？同学们想想，表示比较失败，你那个有效的数据1到 n 里面是不存在我要的这个数值的，明白吗？它一直落到0这个位置了。所以呢我们这个数据呢，有效的数据呢是摆在1到 n 里面，然后这个0位置呢摆的是你待查的这个数据本身。如果你在0位置结束，就表示你在1到 n 位置根本没找到你所需要的，所以0表示失败。那么大家想失败检索的话你比较次数是多少？
如果这个失败了，整个数据长度是 n， 就是 n 减 n 加一，对不对？如果是失败，你就是到了 n 加一。那么如果是成功呢，就是一或者是 n 之间任何一个值都是可以的，对吧？就是这样一个监视哨的性质。那么监视哨实际上我们在讲插入排序的时候已经给大家简单介绍过监视哨的思想，然后大家一定要会灵活应用，将来你们在工作中可能能用得上。那么顺序检索这个性能的话呢，那么我们假设每个关键码都是等概率的那么总共有 n 个关键码，那么每一个被检索的次数呢是 n 分之一。那么因为它是整个在这个一到 n 个数据里面都可能被检索到，对吧？然后呢平均来说呢是二分之 n 加一的这个平均检索长度可以算出来。但是呢如果说检索失败和检索成功都占一定的比例，就是说不一定每次给你的数据都正好是在这里面都有的，有时候可能是没有的，要加上失败的这个情况呢那就不一样。那么我们前面假设这个有监视哨，所以失败呢我们认为都是比了 n 加一次，然后成功的话呢有的时候是比了一次就成功，有时候比了 n 次成功，对吧？那么我们假设这个成功的总概率是 p， 失败的总概率呢是一减 p 等于 q， 对吧？然后呢大概就是你可以速算，但你要不想速算你也可以再去用公式从基本的一点点推导，也是这个结果，这个我是自己算过的。那么就是成功的p 乘以二分之 n 加一，然后再加上 q 乘以 n 加一，那么就是这么一个平均的检索长度。就是假设成功检索的这些每一个数呢它的这个检索的概率都是平均的，都是一样的，所以是可以这样算一下。那么你可以看这个 p 呢它可以取零或者是取到一，就是我假设我给的就是很奇怪的数据，我就是让你检索不到这个平均检索长度的这个范围呢是二分之 n 加一到 n 加一这样一个范围里面，所以这个是很大的。大家一想，如果说你这个算法它跟这个 n 有关的话呢，它就已经是比较的不是那么有效了，因为当这个 n 增大的时候，尤其是 n 到了几千万级或者是亿级这样大的数据量的时候，那么它这个算法呢就会响应的速度呢就会比较慢。那我希望呢我这个检索的运算最好是跟 n 没关系，你 n 再大我也能处理得了，我顶多扩大我的这个CPU 的这个处理能力啊，然后做一些并行的这些分布的这些处理啊等等，但是我要使得我面对最终的用户我的响应时间是在一秒之内。那顺序检索的这个优缺点很显然了，对吧？它插入删除比较随意了，然后呢但是它的这个检索长度是让人受不了的，对吧？当然它的删除也不是那么随意，删除了以后你其实还有一个整个这个数组要搬家，要给它一个紧凑的这个结构，所以并不是太好当然你说对于链表我可以不那么搬也没什么太多意思。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假设你这些数据是经常要被检索的，那么如果经常要被检索的话呢，我最好给它按照你的检索的可能的这种关键码我来进行一下预先的排序，排序完了以后呢我就好多了。那么如果是对于你要检索这种关键码我进行排序，大家知道这个关键码我们这里允许重复我们说关键码我们已经给它扩大了一点，实际上就是检索码，那么这个检索码我允许重复，那么我呢把这个整个这个线性表按照这样的一个关键码递增或者递减，或者是说不增不减，我不光是那个，对吧？我如果是说要严格的说把那种就是相等的情况也放进来，对吧？那我就不说的那么严格的话，我就是按照说关键码递增或者递减的次序进行排列。那么在有序表的这个情况下呢，它可以用二分检索，这个是大家知道的这么一个 idea， 对吧？就像我们的字典其实它就是经常
要检索的，对不对？那他要是给你一个乱码，乱七八糟的，你随便去翻，那肯定不行。他就是按照这样的字典序把这些单词都排好了。所以我们翻的时候呢，大概就是折半的去翻，对吧？去找。那有的同学可能还加上一些索引 ，A B C D 到 Z 的，对吧？加上一些索引，然后根据这个索引值，然后翻进去以后呢，当然他还得二分找，对吧？翻到那一块还二分再找。那么有三种情况，就是说，如果是往中间一比，对吧？任何一个位置，这个 I 啊跟这个 K， 那么如果是中间这个 I 它得到的这个 key 跟这个 K 等，当然就可以了，停止，对吧？检索成功。那么如果这个 key 呢大于 K， 就是你要在这个中间这个值呢是大于 K 的，那么表示呢这个 K 呢应该是在左边去继续找，否则呢是在右边继续找，就这三种情况。那么这样的话呢，我在这里缩小了这个检索的范围，我在中间我还是可以任取一个。那么我为什么在这里讲任取一个呢？其实就有一些方法它是进行差值的，那比如说它可以根据这个关键码的这个分布啊，它有一些差值函数，我不一定是每次取中，明白吗？每次取中并不见得一定是最好的。所以呢我们这里讲的呢是简化一下，我们就是每次就取中间点，然后进一步缩小这个检索的区域。那这就是一个二分检索的这个算法，这算法本身是比较简单，对吧？那么我们一开始呢是那个取的这个中，对吧？那么如果是这个待检的关键码小于中间这个关键码值呢，那我们就是看一下啊，这个是 middle， 然后呢这个是 middle 的这个中间的，然后呢这个是high 是右边的， low 呢是左边的。如果是待检的这个关键码小于中间的，那我们就让这个 high 呢往这个左边缩，对吧？这个右的这个下标呢缩一下，就是整个呢就是 L 跟 high 呢就这样的缩小，对吧？那么如果是 K 大于它呢，那么就是 L 呢往这个左边来，对吧？ L 往左边就是 L 呢变成这样的，就是 middle 加一。那么如果是等，那就是表示检索成功，对吧？好，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说如果返回是零，就表示检索失败。那表示什么？表示我们其实这里也是做了一个处理，我们为了跟前面顺序检索一致，我们把这个零位置呢没有存有效的数据，我们有效数据是存在一到 N 之间，做这样一个处理。好，这里呢跟大家稍微讨论一下这个算法呢，大家可以看有一点点跟我们 BST 是类似的，对不对？啊，这个地方大家想一想，你能不能写成递归算法？能吗？能写递归吗？可以写递归，写递归算法。而且这个递归因为它要么往左边要么往右边，所以它并不是一个大 O N 的算法，它还是一个大 O 的log N 这样一个算法，对吧？它是走的这个数高。那么这个算法我们这里是一个简单的例子，这个例子呢大家回去可以再看一下，对吧？就是说如果是要减这样一个关键码 K 等于18，那么我给的 low 是1， high 是那个9，对吧？那么这样呢，我首先减的是中间这个35，我看到18比35小，所以呢我下次检索范围呢就缩小了。那么第二次呢，我的这个 middle 是2，那么18呢比这个2这里的17这个数值呢要大，所以下次检索范围呢缩到了3和4之间。那么再取的话呢，我这个 middle 是正好是18，本身就找到了，对吧？那么大家这个例子呢是无所谓，主要是看什么呢？大家要注意这个二分检索呢，它每次走的这个线路其实是固定的，
你算法固定了以后，这个判定数的结构就固定了。那么最大检索长度其实就是指的到这个最长的这个页这样一个位置，最大检索长度是这个。那么我们说失败的检索长度是什么呢？这个失败呢其实要定义的，不见得就是每一个输入的定义都一样。其实如果是说考试的时候有这个题的话呢，其实应该给一个定义，什么叫失败。有的人定义的这个失败，他可能是就是在这个节点本身这里，比如说我要找16，然后呢我找的16呢，我的路径是35，对吧，17 15，然后15跟16不等，所以呢表示失败。所以呢他认为这个长度呢是1 2 3，是3，明白吗？好，但是呢还有一类人呢，他是这么想的，就是说这个失败呢他表示都是要到一种虚的业绩点，明白吗？就是你把这个二叉树啊给它画成一个扩充二叉树，所有的失败都落在叶子上，就是说失败的话呢我们表示比成功呢它都是要那个就是多走一个。所以这个定义不一样呢给出来结果不一样。我们这个教材上给的定义大家想是什么呀？是有这个外部的这些节点的吗？我们这里是没有外部节点这个的。如果你说这里再加一，这里再加一，就是有这个外部节点这个的，明白吗？那么你可以看，那我说失败的检索长度是这个或者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说或者这个呢？那么就是有两种节点你停止，我们这个停是停在内部的这个节点，然后这个是倒数第一层的，还有像这个倒数第二层的这种节点，所以就是取的下者，这个是取的上者，明白吗？这种细节的话呢大家考试时候注意一下就行了。那么成功情况下的这个平均检索长度，这个就不用讨论那个外部节点情况。那么我们计算出来呢大概是也是那个log 以2为底 n 加1这样的一个对数再减掉1，平均的它其实就比它那个最大高度少了1。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平均与最大长度真的很接近，这样速度是比较快的但是缺点呢就是说要排序，而且顺序存储。另外一个呢就是更新不容易，你插入删除你都要保持这个序，你都要进行一些保序的操作。比如说在我们前面无序的线性表呢，插入的时候我就塞到尾巴就行了，这里不行，必须要找到这个位置。分块检索呢就是顺序跟二分法的折中，它呢既有较快的这个检索速度呢，它又能够比较灵活的进行更改。那么这个按块检索的这个意思呢就是我整个块跟块之间我保证它的顺序，然后呢块内呢随便乱摆行，而且块内呢还可以不摆满，明白吗？这样有什么好处？这个好处呢就是说我当我检索的时候我知道我要插到哪一块，然后我对这个块里面一塞，塞到它的尾巴那里就行了。而且不一定塞满，有什么好处呢？就将来人家要再塞的时候你可以给它留点富余。其实这个方法用到这个外存里面是更合适，内存里面其实也没有谁再去折腾这个事儿，只是说一说而已。那么为什么外存里面合适呢？因为你外存里面你想你要把它按照这个有序的话，如果你不是按照一块一块这样来做，你万一这里少几个数据，删掉了几个，你整个这个所有的这个数据都要进行调整，这些块都要挤过来，你要是说紧密型的这种存储的话，所以我正好松松的有几个空的那没关系，所以这个在外存里面其实还不错。那么这个按块的这个排序来说呢，它其实就是说有这么一个索引表，索引表呢它是因为这索引表本身就比较小了，它可以把这个每一块里面的最小值和最大值给存进去。有的时候你存一个就行了，为什么说存一个就行了？不一定说最小值最大值都同时存，为什么？因为对它的左右块就给它界定住了，对吧？它的邻居块可以给它界定住，所以你不一定要存它的最大和最小同时存，你就存一个最大或者存一个最小，根据你自己的这个算法。
还有就是各个块这个起始位置，当然你也可能需要存这个块里面它存的有效的元素个数，因为我们可能不满呢，对吧，我还空一些位置在那儿呢。然后这个索引表自己呢要递增有序或者是递减有序都没问题，对吧，因为这个表它自己呢是分块有序，所以呢我们检索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说确定这个块在哪，然后呢在块里面呢再去检索这些待查的这个元素啊，确定块在哪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用二分，对吧，因为你就在索引表里面来用二分法找，在块内来检索这个待查的元素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只有顺序，因为块里面它自己是乱的。那这就是一个例子，这个分块检索的这么一个例子啊，那这个块呢是这样的，这是一大块，然后呢这里是一块，这里是一块，这块里面大家可以看到是比较乱的，当然这个给的例子正好是每一块都存满了。那么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域，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块里面它现在有效的元素个数可能也是一个域，对吧，啊，这都没有什么太多的意思，这个分块检索的话就是你如果在外存里面你有相关的这种应用你用这种方法不错。那么因为它是分成两块的，它分两级检索，所以呢首先我们是在这个索引表里面找，那么有一部分的检索长度，另外呢在块内再找是另外一部分，分成这两部分啊。那么索引表查呢你也可以按照顺序的查，当然因为索引表一定是一个递增序的或者是递减序的，所以它一定可以用二分的这个方法来查啊。我们用二分的方法查呢我们反而不好去算它的这个时间代价，我们来算一下如果是说用顺序检索的方法啊，然后呢在块内一部分，然后在这个块跟块之间查索引表一部分，我分成两部分，那这个是块内的，就是这个块每一块里面假设有 S 个元素，然后呢这个是分成多少个块，就是在索引表的查，那我把这两个加起来呢就是它的平均的检索长度，那么它是大概是这么一个值，就是二分之 B 加 S 加一。好，那么我假设这个 N 的话呢它实际上就是假设每一块都占满了，那么就是 B 块每一块都是有 S 个这样的数值，对吧，那我带进去的话呢就是得到我用 S 来代替 B， 那么就是二分之 S 那个 2S 分之 N 加上 S 平方然后再加一这样一个，那么这个值呢当 S 等于根号 N 的时候它是取到了最小值啊，大概是平均检索长度是根号 N， 所以它这个值的话大家再回顾一下，它这个值就是在顺序检索和这个二分检索之间它是一个处于中间的，你可以看一下，那么顺序检索呢是大概是二分之 N 加一这样多次，二分检索呢是 log2N 大概是这样多次，对吧，那么分块检索呢大家刚才看到是根号 N， 所以它是折中的，对吧，那么我们认为呢它一般是放在外存的时候跟这个页块有关，这个块真的就是一个页块，然后在页块里面你可以乱七八糟，因为我导进来以后我再排下去其实也挺快的，然后这个页块它们之间呢是有序的，我要定位我放到哪个页块，页块可以不存满这样一个啊，当然你如果用二分检索的话大概得出来就是这么一个值，这到底是怎么样去分块或者是怎么样去索引，那么其实呢我们并不是说像我们前头讲的这个理论时间是按照根号 N 大小去分块，其实不是，你如果真的在外层里面应用你就是根据你这个页块的划分，比如说你是 512K 那你这一块就是 512K 啊，这样的一个形式，那个是这个是分析的好玩的，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它是在中间啊。分块检索呢
它这个插入删除呢，它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它应用在外存是不错的，没有大量这个记录移动啊，但是呢它可能是需要一个辅助的这样的一个索引表啊，而且呢它这个初始排序的问题，初始你怎么去给它弄好，对吧？它实际上是对这个初始状态它可能要进行一下排序，而且还人为的在每一块呢搞得不那么满，因为有可能它还插入新的数据，那插入的时候呢我们就可能会进行一些调整。而且呢如果是大量插入删除的时候呢，它可能每一块的数据量分布就可能有点不均匀了，这样的话呢它的这个导致的性能呢可能会有一点下降。好，那我们关于检索呢简单介绍到这儿，在下一堂课呢我们会把这个闪列检索给大家再介绍完，谢谢。